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我们来看11月28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呢，恭喜天秤座的朋友们，在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事情让我们觉得烦恼，自己的身心都觉得非常的愉悦。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上面可能有一些困扰，但是要留意灵光乍现的火花，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处女座的朋友们，跟伴侣之间也会非常的甜蜜，重新燃起这种恋爱般的感觉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巨蟹座的朋友们，会听到一些消息让我们的心情有点低落，所以如何振奋自己的情绪可以懂得好好的这个去研究一下。狮子座的朋友们要留意，不要吃喝太过了，会让自己的身体负担太重而觉得身体不适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灰色，土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白色，风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橘红色，水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紫色。